啊了解，所以咱要来讲这个啊会计啊制度。好了，咱下一页。啊，咱今日要甲大家啊介绍，就是有这个啊这个主要这个问题啦。咱要讲会计制度的重要性，哦，啊，甲这个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啊，过来要阁讲这个内部啊控制措施的风险，甲公司啊处理的啊引进。哦，啊，阁上重要的，啊，要甲大家介绍咱国内的一挂的弊案，因为发生以后，咱要安怎来防避这个啊弊案的发生？好、哦，弊案。啊，过来就是要介绍啊美国啊这个沙宾法案对。咱会做整个内部控制有足大的关系，甲现在咱啊的司法单位啊，迄、那个啊，那个咱所说起因记啦，啊，迄、那个啊，我们那个啊诉话记啦，这些判案刑责。我感觉有相关，有去应用到这个沙宾法案的刑责，所以这几点啊，啊，要甲大家来介绍啊，下一页。啊，咱啊，首先要甲大家讲的，就是讲啊，会计制度啊，咱是虾米叫做会计制度？啊，会计制度。大家一定会了解讲，咱是依照吼、哦、这个一般吼、哦、一般的公认会计原则，啊，甲其他的法院啊法院吼、哦、来要求下的各种机关啊，甲伊的团体也好，还是单位也好，拢啊依照这个营业的性质吼、哦、啊来分别。来定出一套内部的作业啊，会计作业的环境啊，的迄个循环啊，的作业啊，这个会计政策甲方啊，甲这个迄、那个方法的选择啊，啊来进行啊，当然咱遮有为迄、那个咱要技巧内底啦，为有所谓。无确定性的啊，什么叫做无确定性的？人家讲要做估计的处理啊，咱举一个例，咱若讲去买一个设备，这个设备咱估计讲用了二十年，但是足奇怪的啊，用到第五年啦，咱无换袂使哩啊。是安怎？啊，大家拢咧进步，咱这个设备做起来，原早的计划讲，咱有法度用到二十年拢免换，咱拢一间生产拢达到咱的目标。啊，哪会讲过五年了后啦，咱的机器车输隔壁厂啦，啊，隔壁厂用新的机器，啊，咱无换煞袂煞。啊，无咱就无法度跟人竞争，哦，所以讲类似这个不确定性吼、哦，啊，无确定性吼、哦，这那属于咱爱去探讨这个还有这个问题啦。啊，这会计制度加伊这个叫做咱所讲的讲这个财务这个报道啊有关系，咱啊定了好，咱的财务这个。财务这报道这里啊，正确啊，咱诶决策
一定啊，真符合咱家己的唱，啊，那真迄个叫咱所讲的叫做运动啦，哦，咱会计啊，常常会去讲到讲运动，吼、哦，运动，吼、哦，咱会做的这个记录，吼、哦，啊，甲咱会做的资讯，吼、哦，财务资讯，吼、哦，这里、個、啊，咱所以甲大家啊报告安尼。啊，因为顶一届的咱的研讨会内底啊，甲大家无去介绍，就讲什么叫做一般的啊，那么会计公共啊，我们所说的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咱无去啊介绍到这個。今日啊，我特别一行一行啊，下一页一行一行啊。来啊，说明啊，啊，大家看有啥物问题吼，啊，再过来探讨吼、哦。这个会计啦，咱就是讲啊，企业个体的假设就是企业啊，迄、那个个体的假设就是讲，咱基本小，是多一个。范围的单位啊，咱这个范围的单位就是做基本社，这跟私人无关系吼。咱来讲，咱这边公司的社，咱就跟公司，跟私人无关系，绝对。伊要来甲你啊减少的事，要来查少的事啊，伊跟私人的啊迄、那个银行的进出的口座拢撇开。我十几年回来台湾的时啦，我有甲我的朋友讲，咱阿伯啊，咱的查销啊，即马国税局一定阿伯会进行较紧啦，现在还无，伊会要求讲，你的公司的银行进出只的迄个出入啊，拢印出来。我就为这要一笔一笔来甲你对，因为外国拢是采用安尼，咱也无进入到这个程度啦。所以有的人中小企业的人无注意到，讲这是我的钱啊，那会使讲我的钱在我要安怎用啊？哦，我要。哦，现在拿公司的钱去买私人的，哦，开支票出来就去买了。那这样时，这个就不符合啊，这个叫做咱一般咱所讲的一般的公认会计原则。你的公司的小，哦，机关的小。哦，中央政府的社，甲地方政府的社，拢一本一本，甲私人拢袂使难做伙。以后可能若要查销啦，比账吼，甲这个又搁外国吼，拢同款。啊，这点大家唔才会了解。你若今日讲家己在做生意，你阿伯你若爱注意这件代志。哦，你话讲啊，这我小拢个会计师在做，会计师所谓会计师啊，伊是甲你整理上尔呢，你提给我这资料，伊甲你整理尔呢，伊无去甲你讲，你爱去注意啥，迄注意你爱注意个呢。哦，啊，咱就爱有这个观念，讲我的私人的小，我今日讲一个月领十万块，这十万块我到公司开支票，我存咧我的家己的户头里。啊，咱要领要用，拢为遐去领私人的。啊，那公司要买，啊，就给公司去啊开支票去支出啊。
那收入就转的公司，阿拜一定会安尼做。哦，这就是讲，甲啊，咱一般咱讲的讲一般公认原则，这就是企业个体，这个个体啦，袂使甲私人人做伙啦。这简单讲就是安尼。过来第二点，哦，这个继续经营的假设是啥物？继续经营，咱想看卖，咱成立一个公司，是毋是？你要成立的时，你家己有考虑到讲，我对这行的最内行，我来成立这个公司，我的眼光上好，做这个行业保赚钱的，是毋是？安尼你才要去做。你要成立公司的当时的动机是什么？如果说你成立公司的动机，那是说，啊，我就要来卖假发票，哦，啊，这就不一样了。如果要卖假发票，有的人三五个月，发票清清的卖卖的，啊，就滚起来就走路，啊，这就是用人头嘛。这不是咱一般企业咧讲的，讲啊继续经营的啊假设。咱公司成立以后，我要做啊永久的，吼、哦、啊！我认为这个公司我一定会赚钱，我才要做。应该大家开公司上头一定啊，有当时啊，因为这个碰到各种的因素啊，发生财务的问题，那个另外的解释哦，啊，这第二个假设啦是安尼。啊，那大家那听讲，因为有啥物问题，另外随时吼、哦，啊，举手吼，啊，我来，我有啥物问题，恁会使啊，无清楚的吼、哦，啊，我会来解释吼。哦啊，过来啦！货啊，汇票单位的衡啊，的衡量假设就是说，咱的绩效，以下咱即马那国内拢是以新台币，哦，绩效，哦，啊，会使用美金绩效未？会使，哦，你我是外商，我要用美金来做单位。哦，我会使，唔是讲未使。哦，啊，这就是讲，咱用这个啊，这个汇票汇啊货币吼，诶，的单位是啥物？好、哦，啊，过来，咱来看这个币值啊，哈、哦，币值哈无变。我这个啊，我顶回有讲，是话国解释着讲，一月初一，咱的小铺啊。一般的正常是一月初一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啊，一月初一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啦。咱一月初一所买啊100块，咱小铺伫一月初一就显示出来伊个100块的价值，甲十二月三十一日，那是100块啊。袂使讲，咱依照经济学的观念啊，咱的币值拢会贬值啦。那依照经济学的观念，币值啊，讲正常啦、啊，币值的贬值是偌济？啊，币值的贬值啊，还有1%一年啊，还有3%还是5%？啊，原早一月初100块。甲十二月三十一日去买物件啦，买无遐济啦。虽然拢是100块，啊，买无遐济啊啦。那家讲最简单的 7-11 的便当，讲咱以前去买讲45块、50块，诶，即卖要去买讲偌济，讲55块啊，60块。哦，啊，这都是啥？啊，咱的绩效啊，拢同款哦，这绩效。啊，过来
快啊悔改期间的加息，就是啊，咱的现在联邦政府的悔改期间的悔改，拢是一月七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啦。日本啊，咱秘书长甲咱讲啊，伊是四月七日，哦，咱台湾变啊日本的领土，哦，伫啊一九啊。啊，四五年呀，四月七日，啊，因为会计制度就是四月七日，啊，咱去想，因来用为四月七开始，因我大概是遵守因的会计制度嘛，啊，咱家有咧遵守啊，无咧遵守，咱家。无咧遵守啦，领导咧遵守会计制度。我无变预算，七月要甲你加3%啦，讲公告人员买票3%啦。啊，这边来讲，应该你都破坏这个会计制度。好、哦，这所以讲这啊，给大家了解讲啊，这个情形哈。啊，咱过来讲重要性加这个啊稳健性，吼、哦。重要性可能大家看这个文字，可能大家较无了解啦，吼、哦。我简单举一个例好，我若一个修理厂，我去买一支工具，吼、哦，修理的这个工具，加1200块。咱呐，依照这个物件的性质，这个工具，我会使用咧10年。啊，那一般的观念讲，甲列着资产，这是财产，因为有10年，我这我的财产啊。啊，佮考虑佮倒转来讲，啊，那1200块。这也价值，敢会使财产1200块？啊，咱咧进出，咱几啊拢，咱的营业我拢7-8千万啊，几亿个咧进出。这个1200块啦，对伊的重要性来讲啦，啊，这是费用啊。哦，这点，予大家了解讲，这就是判断，吼、哦，判断的问题啦。哦，咱甲列为财产，还是列伫费用？啊，那费用，今年就开出去啊呢？啊，那列伫财产啊，一年爱个分担呢，爱分担，讲，那今日讲10年，啊，一年爱。分担偌济，即久啦，啊，就百里，安尼来做，敢有这个效益成本的考量？哦，好，好、哦，这就是，所以讲这点，爱大家知影讲，你计较的是诶判断讲，哦，诶问题，这就是要互啊大家了解吼、哦。啊，过来，咱来讲啊，这个成本加效益的考量吼。哦哦，我着这个温哈温健这个吼、哦，过来讲一下温健这个。一般啦，那早期的观念讲，咱爱用保守的观念，咱的财产啊不可以高估啦，免高，咱的财产甲咱的净利吼。哦袂使高估啦，吼、哦，高较悬的袂使你啦，哦。但是现在来讲啦，这个观念无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咱现在观念，咱会应用到哦，咱所讲的国际财务报道准则，伊的观念就是讲要应当的。表现它实际上的价值，哦，实在上的价值
会爱表现出来。那安尼时都啊，不一定啦，吼、哦、啊，这个早期啦，拢是用这个啊文件这个观念，咱袂使，咱要估计，咱估计讲今年赚偌济啊，拢啊今年头赚偌济尔啊，甲估计一输啊，吼、哦。啊，算讲袂使高估就对啦吼，较估计较悬安尼吼。啊，过来讲到啊，这个成本加效益吼，加效益的考量的原则，一般吼，实务上一定成本较小，效益较大，咱才要去做，吼、哦，咱才要去做。成本较小，效益较大。咱的《公民权利法案》29条，咱的啊权利啊《公民权利法案》29条，大家回去还是起码去现来看卖，就会了解讲，咱的医生，那是要用。甲这个原则来进行，哦，内底有特别的规定，哦，大家可以参考，吼、哦。啊，咱即马过来，这都是行业特性啦，吼、哦，啊，这不同行业的行业特性，吼、哦。啊，这问题，吼、哦，这都是每一个行业有不同行业的特性，吼、哦。那我阁举一个。例就是讲，咱啊咧做热天的生理，啊有诶咧做寒天的生理，伊个分摊率，因为伊个分摊率是安怎来分摊，这就是讲，拢是用预估全年度的啊费用来算伊个。每个月爱分摊的，吼、哦，袂使讲咱哦热天的生理，咱热天哦，咱赚足济咧，啊，但寒天啊，吃了钱，因为袂使安尼算，所以讲爱算全年的分摊啦，这就是咱所说的讲行业别吼、哦，啊，过来讲现金基础加。啊，这个前者哈，关键的基础啊，啊，这发生的基础，这个就是咱第六期的事啦。啊，拄啊，咱何顾问啊，啊，丢一份啊的资料啊，交啊，算讲拄啊发，我有去收到何顾问吼，啊，一份会讲健保啊，啊，健保局的迄个做账是两套账啦，哦，伊迄阵啊，问候啊，我接啊，我有应付大家学员吼，啊，大家咧研究讲，啊，咱啊用这个啊。环节发生的基础啊，应该卖了钱啊，咱的健保会卖了钱，啊，伊偏偏要用什么？伊家己用现金基础啊，现金基础啊，了钱。伊讲台北市政府伊唔交啊，违背迄、那个那个大法官啦，判讲。啊，爱交啊，违宪一定爱交，伊也唔交啊，伊就超工讲，这是咱台湾总统所推出的好的制度。啊，我的想法讲，这个制度要甲你废掉，所以伊唔交，马英九一直唔交。唔交就无钱啊！啊，就是亏损啊！伊用这个现金的基础来算，都现了啊！啊，现了要安怎？
啊，大家人民骨修啊，所以咱大家了解讲，这咱也无了解，所以讲这个会计啊制度啦，和大家诶了解讲有这个情形。啊，我们再下一页哈。啊，可能这大家也较无了解吼。啊，什么叫做会计政策？啊，会计政策啊，就是咱企业，啊，是咱讲的，就是啊，企业个体吼，来编制这个财务报表的时啊，编制财务报表，拢是采用啥基本假设、基本原则，加做啊，这个详细的准则啊，的程序啊，加这个方法。啊，这个就是安怎讲？咱这个来讲，就是讲对当一项有不同啊，这个会计政策的选择的时啦、啊，啊，咱主要是要让这个财务报表有吼、哦，这个稳当的表达的状况吼的这个情形，所以讲这个。我定来讲，这个用这个运动吼，这个表达，啊，甲这个经营成果，啊，甲财务报表的变动情形，甲企业的使用的会计啊政策，啊，这就是咱要讲的，就是讲会使算，吼、哦，会使算哩，因为这就是讲对某一项无同款的会计政策啊，咱会使算啊。这就是要安怎讲？我即卖阁讲一个例吼啊，咱买机械，咱爱头拄啊有讲过啊，讲爱依照一年来。摊提这个结果啦，我来提这个结果啊，摊提结果啊，摊提结果的方法，有够足济结果的方法，拢会用的。啊，伊的会计政策讲，我是要叫做加速折旧啦。吼、哦，我要安怎呢？因为我的会计政策就是讲，我即卖呐，跟人讲二三年要啊会报废。我驚講，科學的進步，那講以前的戰鬥機，甲即馬美國最新推出的戰鬥機，安尼咱是要買倒一個戰鬥機出來？啊，以前的戰鬥機要安怎？講以前戰鬥機要二十年才趁的話，啊，但未安怎？啊，要去收台，現這都無法度講收台啊，安尼要安怎？這都咱所讲的，就是有诶，伊诶会计政策，伊就要采用这个加速折旧，毋是按年一年一年摊摊。哦，我讲哦，要三年，甲这个结果摊完。哦，类似这个问题，就是讲啊，咱会计政策啦，会使安尼来说明吼、哦。啊，再下一章。啊，咱即摆要过来讲到啊，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啊，内部控制啦，是企业机关单位对内部啊的财务甲啊营业上啊的自律啊企业的规定甲设施啊。干接的来，咱来讲啊，就是来集合哈，啊，甲这个监督啦，啊，对这个会计政策的落实，啊，甲效率，啊，甲这个效果啦，这就是讲内部的控制啊。当然，这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啦，啊，是我是。
不可分的啦吼。啊，重点就是会计制度是一个理想，啊，甲一个标准。啊，内部控制啦是一个监督的过程。啊，咱这啊会去了解。啊，主要咱要来讲啊，内部控制的目的是要啥物？要来杜绝这个咱这个机关的舞弊啦，来这个贪，算讲咱讲讲的叫做贪污啦吼，来贪污啦吼，贪污吼，诶，这个啊，咱那以会计来讲法啦，有两种这个啊舞弊啦吼，这个贪污啦吼，咱这个就是财务报表的啊舞弊，啊，这个是侵占。或是家己提起用这个资产，这个资产包括现金啊，加所有的不动产啊，啊是迄个权利拢包含伫内底啦。啊，这啊，我们再下一章啊，咱会了解吼，这个。舞弊吼，有两种啦吼，一种是财务，刚刚吼我有讲过吼，这个财务报道的这个舞弊吼，啊通常啦，有两种的方法，这个就是咱这个盈余吼的管理，就是这个咱要控制这个，咱今年要赚偌济，咱家己来敲锤啦，这就是啊这个啊。管理阶级，这个算讲领导单位啊，来敲锤讲，咱今年要赚偌济，啊，今年要赚偌济啦，啊，咱家己来决定，啊，这拢会使用啥？用这个会计的方法啊来做处理，这个哦，用这个科目啊，加这个金额啊来做处理，啊，佫一个就是啊，收入的管理。哦，啊，收入的管理，咱啊，应用这个收入甲费用，这个就是有诶，甲提到明年，啊，有诶，啊来甲调到今年，啊，用这个方式来调整这个咱诶啊盈余就对了。啊，这拢是啥财务诶报道诶贪污就对了，诶舞弊就对了。啊，这就是。我说这对这两点大家不知道有什么疑问吗？啊，那无咱个啊看落来吼，就是啊，这可能大家我会了解啦吼，这啊，咱就是讲这个侵占嘛吼，啊，再来，啊。咱知影有这个内部啊控制有这个缺失啊，但是伊有这个风险嘛、啊、所造成啦。啊，第一就是咱啊来诱因来这个动机的压力吼，啊，甲机会有这个三个状况吼来出现这个啊缺失。啊，咱第一点啊，啊，咱再下一页哈，这就是咱管理人员甲其他人员故意啊遭受这个压力啊犯罪这些舞弊啊。那啊过来就是咱这个叫做合理化，主要是咱有何机会啦。啊，这个机会，咱啊管理无好势，咱就算讲。无法度去啊处理，吼、哦、啊，咱过来看到讲，这是虾米情形才会安尼？啊，当然，咱会看讲，这是员工工作上啊遭受到的挫折，啊，甲组织上有对不啊无满意，啊，要来报复，啊，才会出讲超工和啊错误，啊，这当然。主要收啊，利啊不给费，人一般说利不给费，讲
我都开销惯习啊，啊，我的收入才安尼尔，啊，就伊去想芳想空吼，看有法度啊啊来个赚寡钱无？啊，这这拢是毁坏吼，啊啊，下一页。啊，上重要内部控制啊，这大家呐做好了，会减免足济，哦，诶，这个一个舞弊的发生就对了。啊，这就是讲咱大家爱啊去注意的吼、哦。啊，上重要的就是咱的收款吼，未使超过。哦，为收款就是讲你经理人员。你会使决定啊，偌济的采工范围，哦，那讲科长啊，会使决定偌济，哦，啊，这个授权，吼、哦，啊，经理我都决定偌济，啊，那超过咱银行的贷款啊，银行的贷款可能大家了解，有诶讲，诶、欸，这个地方的经理啊，会使夹500万。以来超过500万以上的就要总行来决定，类似哦安尼情形就对了吼、哦。啊啊，甲咱的这人员这个怎背景啊，拢要去了解哦。尤其较敏感性的、甲现金相关的，拢要去了解伊的背景。哦，啊那了解以后啊，咱也是爱去。定期啦，那么轮调这个制度啊，轮调这个制度，咱啊，迄、那个咱啊，国务司啊，伊甲咱讲，讲清朝派官，讲三年一定爱调到登的啊，啊，这是什么因素啊？加速。未使过来，啊，这就是我是属于内部控制的一个啊规定嘛，哦，咱也是安尼讲，啊，好了，我们再下一页，哦，这就足严重的啦，哦，这就是讲态度的合理化，哦，啊，那啊所致啊。内控缺失的风险啊，这咱应了解讲是安怎？咱的塑化剂，因讲我20年呢，就是安尼咧惨啊！恁迄阵啊，卫生单位哪会买家资助？我咧惨的是，我若惨落啊，2、3年啊，去互恁发现着，我毋着更改。啊！是我家己唔知啊，我家己无了解讲这个塑化剂对人体的影响，因为咱拢会进步嘛，啊，迄、那个卫生我会直直提升嘛，啊，所以讲啊，这唔是我的责任吗？一切就是啥，伊在讲合理化了，他认为伊犯罪啊，啊，他的是合理化。哦，啊那咱啊照安尼讲的是咱。所了解就是什么？特别会那是安尼啊，因为制度整个体制吼、哦、无变动啊，长官一个来，伊就讲啊，以前就是安尼啊，哦啊，你这个特别会啦，啊，会使提发表来报销，实际上。我的见解是安尼，我若要办，我办会计人员跟审计人员先抓起来先关。我安奈安尼讲，迄、那个主管又哪有咧管这个代志？啊，这拢是啥？会计人员、审计人员，您自己没有尽到。你的职责，所以发到黑白来啊！我的感想是安尼，因为这你必须爱知啊，你是咧管这个
审计，啊，你是咧管这个会计，啊，这必须爱家己知，啊，你咱遮一下审计，个会计，啊，无啥代志啦。刚才咧主办迄个会计有去处理尔，啊，其他无啥代志啊。啊，那我的见解吼，迄、那个主计处。啊，加审计部一定要人来负责，啊，拢无啊，啊，三两天啊，一个咱的同心甲讲，阿边啊，因咧执政了后，因遐组织人员、会计人员，我拢无换，啊，就包死啊，所以因的小拢啊落伫因的手里。啊，就是有诶，讲用一个函子互你挑啊，啊，这伫事实上是安尼，哦，啊，好，我们再下一页，啊，咱即马要来介绍即几个咱国内啊真大诶弊案，啊，即李丽啊事务所啊，啊法律事务所即个员工诶弊案啊。会使讲，甲内部控制啊有相当的关系啦。因就是有这个缺点，拢信用啊一个人，啊信用一个人，拢可以单独去处理，拢等于都是专案处理啦。吼、哦、啊，这个。但依照这个看起来，就是讲李丽啊，他输在信任人家，但是也赢在信任。伊安怎？三十亿，啊，伊才赔偌济尔就解决啦？啊，赔啊，伊安尼讲，就是拢总啦，那么赔7亿。掏空30亿，赔7亿就解决，这实在无简单。吼、哦，啊，咱来看下一页的说明吼、哦。这就是安怎？因为伊用什么来代替？伊讲安尼啦，那么新地公司啦，一个协议讲以后会要做律师服务费啦。来代替啦，哦，以后的律师的服务费来代替，啊，过来就是用什么？讲哪惊讲开不了的啊，啊来做啊来做啥？每年啊定一个数字啊，啊来开不了啦，做公益啦，大家来做公益啦，这个很难得，哦，也信任加安呢，讲诶。几年后的代志，哎，用安尼解决是无简单。啊，过来，啊，咱即马咧看啊，再下一页哈。啊，这个博达案就是做介绍啦，吼，啊，咱无啊无要介绍，过来啊，再下一页，啊，再下一页哈。第八案呐、啊，这那是做啥？五鬼搬运啦、啊，我拢做介绍吼，啊，掏空，啊，再来下一页，哦。啊，再来啊！当然，这个掏空的模式啊，可能政商关系个支持财团，以后要会发生，可能以后要会发生，可能最近啊，还有可能去发生。因为这拢是什么？拢是啊，这个问题嘛，啊，拢是这个以这个方法，拢大致拢同款嘛。啊，人家是咧做啥？哦，预付款啊，把它列为应收账款。哦，讲哦，我的财产要偌济，我的应收账款，啊，这就是啥？会计科目的改变啊，这个做啊，会计人员啊，没有彻底的去了解啊，加
的舞弊啊发生啊，来咱看下一页。最主要就是这个状况啦，高层官收嘛，啊个交叉持股哈，啊来做啊假账嘛，哦啊个这个关系人不当的放款哦，造成呆账啊，股东啊这个股东质押啊个这个问题啊个金融监督单位，最主要我这个问题嘛足严重的，拢是官官相护啦。啊，会计师没有做到职业道德规范来的啊，配合做假账啊，再来哦啊，上重要，咱要讲这个啊，沙宾法案啊，咱这个足重要的哦，咱这个啊，再下来我们原有我们都不讲了哦，严格不讲，我们来讲也重要性啊，就是加强管理当局的。迄、那个经营的责任，啊，因为管理当局所报出来这个财务啊，这个资讯啊，拢爱有负有保证责任，它的正确性、可靠性啊，拢爱负有这个保证责任。啊，加强伊的刑责，你会感觉讲，咱迄个司法制甲做群聚啊，拢判几年，判25年嘛。哦啊，这就是啥？这话有啊影响。起码来提，这老板有犯了这些啊，没有达到这个正确性跟可靠性，他也要可以判25年。啊，也讲酬要归还，啊个内部贷款啊，再来啊，加强内部啊控制的要求啊，拢是要成立啊这个啊审查委员会。啊，至少必须要有一个财务背景的专家来当这个委员啊，财务长和这个执行长啊，那么对这个财务这个报告啊，都要也有负保证责任和相关的刑责。那么啊，个要求讲啊，对来啊控制啦，要有效的评估，这就是啊对啊经营阶层啊。这啊内部控制的要求啊，再来啊，个过来就是强化会计师和审计人员。这就是讲以前的会计师，咱袂使佮出来做员工啊。过来就是咱签证的会计师啊，袂使做顾问的工作，袂使做顾问啊，哦，顾问的工作啊。过来就是要求签证会计师啊，我爱定期。轮调啊，以前唔是啊，一个啊，即间我啊签大同，我一生都签大同尔。哦啊，即卖未使，即卖那是咱这个啊慢慢咧改进吼、哦。啊个这个哦，啊且啊签证会计师甲这个审计委员会爱做联系，啊甲加入啊会计师的工会，这就是专业会用叫工会啦，要加入，要爱好大家知啊，我、哦、过来。啊，咱过来就是讲，这个加强这个主管机关的监督，啊，这就是证管会啊，把这个三年来申报案件，爱搁用盯查查过啦，啊，甲成立这个公开啊公司会计啊监督委员会，吼、哦，啊来监督公开公司的啊审计人员，啊，过来就是这话是爱做来。会计事务所也是要加强登记，啊个来了解伊个品质，哦，啊，过来就是查核啊，也要相关人员这个会啊法律个专业拢爱有这个规定，啊，我看这个足重要嘞吼、哦，这个有关啊沙宾法案这个重点吼、哦，我看今仔日时间啊够啊，啊咱拄啊报告到这。希望大家若有啥物问题，咱私下再来啊沟通吼啊，感谢大家啊，谢谢，多谢。大姐，休困5分钟就好无？等下有好康的吼，要甲大家报告啦吼。好，休困5分钟，谢谢。
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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